Deja vu， 即视感。你是否有过似曾相识的感觉？又称为灵魂漫游，或是幻觉。但有些符号躁动着，我相信我一定经历过。这一切感觉是这么的真实。在乱世中，你愿意牺牲多少，赌一场历史的逆转？为了信念和执着，不惜拿命铺陈，壮烈牺牲，真的值得吗？是宿命吗？或许是命中注定。为了你，我愿意再傻一次。千年轮回后，这份爱需要多深刻，才能依然记得？遇见神州，遇见宿命，遇见你。